筋骨奇观接演前文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董小二替乔俊去干的活，完事上家里来领赏钱，嚯，春香真大方，拿出来一两银子给你，这个你可别嫌少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还能嫌少，您给的太多了。得嘞二娘，哎二奶奶，您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。把银子揣在怀里边，转身要走，春香说你等会儿。哦，二奶奶您还有事，坐那儿坐那儿。小二不是没事，我让坐就坐下呗。好，您还有吩咐吗？还让我是干点别的活儿，是归置哪儿呢？哎呀，我是就爱看着干活的人啊！你说这个妇道人家也没个力气，登梯爬高也不方便，干点什么活都不成啊！这不嘛，你家大爷呀，见天就不着家，上外边做生意，半年半年不回来。有的时候啊，我是真着急呀！你说怎么弄？家里又没个旁人啊？你那个家里边人口多吗？哎呦，二奶奶，我们家都穷着呢，没，我有哥哥，哥哥出去干活去了啊，我这一个人那穷成这样了，吃饭都是个事儿了哈，还也没娶媳妇，就是我自个儿一个人哈。您要是看看有用我们干点什么的，您尽管吩咐，您也甭给钱，您也甭给钱。哎，哈哈，干活说干活的，给钱说给钱的。嗯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觉着吧，你就不如就留在我们家这儿，家里边跑里跑外买个东西，他也需要个伙计，是不是啊？我也不会白了你的，无多有少，按月份给你钱。其实咱们家没有特别重的活，归着归着东西啊，拾掇拾掇屋子，买个菜，哈，闲玩的事儿，你看成吗？哟，二奶奶，那感情好，你说这年头找个活干多难呢。您要愿意，您是拉不我吃晚饭。嗯，那成了，那这样旁边那间屋收拾出来，你就搬过来住啊。有个大老爷们呢盯着我也踏实，省了有个坏人物的。嘿，我听您的。打这儿起，董小二回去把铺个卷收拾了收拾，就搬到这儿来了，一天到晚的给干个活。这个孩子很勤快，而且有眼力劲儿，眉高眼低的特别有分寸。那么说，这位乔大爷李可嘉赶奔东京汴梁，这趟生意如何呢？他的买卖还是不错，实话实说，能做生意啊，认识人也广泛。可就有一样，这主啊玩心太大。前文书咱们交代了，乔俊呢好色贪杯，说这人呐，一沾了酒色两个字儿，很难弄回来，哈哈，他就是到了哪儿去，生意这谈的差不多了，就得开始找地儿啊去玩去了，那不消费他难受。这儿瞧瞧那儿逛逛，转来转去，又转到花街柳巷，啊，一抬头，嚯，这儿有块匾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，叫美凤楼。你听这名就知道啊，美凤楼就说明这里的姑娘啊非常的漂亮，凤啊代表的是姑娘的意思，美凤楼这可以，你要换别的匾就不合适了啊，吴庄观这不能进去了啊，里边闹妖精。到门口这一站，嚯，伙计们也出来了，这大小的姑娘连婆子老鸨子出了一大帮。怎么呢？一瞧这几位穿装打扮是有钱的人，进来吧大爷，上面瞧起来吧，我们这姑娘天下第一哟，呼啦呼啦全进来了，往这一坐，沏上茶，摆上什么四样干果啊，瓜子儿的葡萄干的全摆好了，连吃带喝，说叫几个姑娘来吧。这一叫来了一大堆，挑吧，你来这个他来那个，哎，最漂亮的这个就让乔俊给叫过来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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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姑娘过来了。哟，大爷您挺好的。叫什么名字？是我叫沈瑞莲。嗯，名字起得好啊，沈瑞莲啊。
哎呀，这个你这个名字这诗里边有啊。哟，您看大爷您真有学问啊，我都不知我这名字诗里边有哪首诗啊，谁知道去啊。这学你这像是一首诗啊，挺好挺好，你来来来，今天呢我结账我结账。好，他跑那儿请客去了。在那个地方啊，是银子说话的世界，玩笑场没有银子铺道，你是寸步难行。打这儿起，他就住在了美凤楼，啊，也不琢磨别的了，反正这趟丝绸贩卖是挣了钱了，一天到晚就长在这儿了，花钱请客，见天的跟沈瑞莲在一块儿。家里边呢，出了点事儿，他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呢。给他看酒店的这个赛儿身体不好。因为什么呢？天天那么干活，忠心耿耿啊。夜里边现在说没个一两点钟睡不了觉，早晨五六点钟又得爬起来，心里想的是老爷不在家，我得替他盯好了，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能出差错啊！天天这么折腾呢，有一天可能是找点凉，你给我打感冒上引起来的，他也没往心里去，喝了点姜糖水就算是齐了，但是不见好。你要说歇几天躺着睡两天可能就能缓过来，他没有，老这么努着劲儿的，不行我得干活。店里边有伙计，有红三干活，他非得搭把手啊，我跟你一块干活我闲着难受，我非得干活，忙忙活活的跟着弄。到后来是越来越厉害，这个病啊也不知转到哪儿去了，一天到晚也无精打采，到后来上吐下泻，天天就这么躺着。哎呀，你说这个怎么弄啊？大奶奶吓坏了，高氏说这个接家来吧，给接到家里去啊，请大夫吧，走马灯一样的请大夫，各式各样的大夫来了，来号脉，好几位大夫一号脉直摇头，不成了，说这个人已经见了绝症。高氏说那哪成啊，这是我们家的啊义仆啊，一天到晚没有他哪成啊，你们想法吧。大夫说这不是想法的阵啊，这该死啊，活不了。过了半个月，这个赛儿还是死了。哎呦，高氏哭一半，姑娘玉秀也哭，你说这事闹的，好人不长命啊，这玩意儿啊，他怎么死了呢？找地儿埋了吧，这可是酒店的有人管呢。这个长工红三能干活，但是粗活行，你要说干细活这不成。大奶奶没辙了，我来。那高氏说干脆我来盯着，我自个儿亲自盯着门面。列位，在当年这可不成，为什么呢？封建社会啊，沾衣裸袖贬为师姐，哪有这妇道人家做生意的道理，讲究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这到后来民国的时候说咱们才实行这个女招待，您算算那会儿是宋朝啊，那人多封建，在民国的时候刚有女招待，老百姓也接受不了，跑堂的都是伙计，店面的那都是伙计，哪有这个女的出来，女的出来大伙都另眼看待，老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啊。当然了，民国的时候一有女招待，也有些个坏小子特别愿意找这样的地方去消费啊，有的饭店也故意的说我们这个男伙计有的事你盯服不了，非得是女的，非得是女招待。你是举个例子啊，这吃饭吧，那客人这一吃，哎呀，伙计过来，伙计过来了，我大爷您有事，抡圆了先一嘴巴，怎么这么闲呢？啊，怎么这么闲？是我这给您回勺去，那不更闲了吗？啪，又一嘴巴，我给您重做，重做我吃得了吗？啪，又一嘴巴，啊，男的都这样。要换女招待什么事都没有啊，这儿一吃咸了不好吃了，喊吧得腌个半天，老贾你来的，来你这吃饭的也见过肉，他跟男的横他跟女的不敢啊，来大姐大姐来来来，这叫半天干嘛，奶奶这有事儿呢，说什么事？这我菜有点咸了啊，咸了怎么着？不是咸了，你看我这
没法吃，爱吃不吃啊，不吃死去，缺了得的。嗨，你看这事闲着也能吃，也能吃啊。见不到什么都有，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哪有女招待啊？高的奶奶跟这一盯着，嚯，轰动了，听说了吗？啊，酒店里边那位大奶奶盯门面，谁你不认识？乔俊的媳妇儿。是吗？说咱们那儿喝酒去吧。哎，呼啦超全都来了，生意是越来越红火，非常的好啊。他这儿就算比较稳定。那么这二奶奶春香呢？嗨，春香啊，想当年她也是这个妓女出身，这个周巡检逛妓院发现了她，觉得非常的可爱啊，这挺好，这我买了吧，才买下来做自己的妾。那么后来死了，又转给了这位乔俊。现如今乔俊不在家，您琢磨呀，他那个岁数在这儿了，不堪寂寞，一天到晚家里没别的事儿，好在招了一个董小二，春香这心里边就没安着好心啊。这小伙子是真漂亮，怎么这么精神呢？嗯，你要说拿他跟乔俊比，那乔俊就得扔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二十郎当岁，乔俊四十多了，你看人小伙子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？啊，你看人家那个脸蛋啊，一个褶子都没有，那这皮肤也好，哎呀，我是能跟他睡一宿，这不赖。您琢磨本家奶奶起了这个心，这日子还好得了吗？一天到晚出来进去的呢，老拿话挑逗董小二。小二啊，哦，奶奶，您看我这干着活呢，嗯，这个二十多了吧，差不离儿该找个媳妇了吧。奶奶您别取笑我，我现在吃饭都够呛，我哪有钱娶媳妇呢。嗯，哎呦，你要娶媳妇可不赖，这媳妇可抄着了，你瞧瞧你啊，拾着屋子干活一把好手，人长得又漂亮，哎呦，可真不赖。是大奶奶，您这您抬爱，一天到晚老这么说，闲着没事儿，董小二心里也盘算，哎呀呵，你说这奶奶是不是对我有看法？她有点喜欢我了吧？又一琢磨，别胡思乱想的啊！这个玩意儿，人家是主，我是个奴，我就不能瞎想，不能瞎想啊！不瞎想，是没瞎想。转过天来，大奶奶又来了。哎，你瞧瞧，我今儿戴着花漂亮不漂亮啊？看我今儿这钗子好看不好看呢？老这出，连着有这么一个来月啊！这一天，收拾屋子干完了活，春香说，我今天呢，亲自下厨，我让你尝尝我这手艺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把自己这手艺全施展开了，满满登登摆了这么一大桌子，这都摆好了，酒也放齐了，烧黄二酒，对着脸放上这么两双筷子，一个酒盅，来吧小二啊，坐这儿吧。我这二奶奶，我不敢。那有什么不敢的？你瞧瞧，又没外人，就是咱们俩人，怕什么了？家常便饭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来坐那儿。哎，谢谢您。坐那儿不敢坐呀，半了屁股找这凳子这边哈，很紧张，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哎，奶奶。嗯，来，你看，你光看着我干嘛呀？吃菜呀，啊，来，给你这个。哎，是，我谢谢您，谢谢您啊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小孩这汗哗哗的往下流，紧张啊。他坐这看着，嗯，来，喝口酒。这倒了杯酒，给你。奶奶，我不会喝酒。哎呀，哪有生下来就会的？
不得学嘛，是不是？来喝，我也喝，我敬你一杯。我说来着，这赶紧站起来，我就不敢，你还敬我？我喝，这端起来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有点辣，不要紧的，喝惯了就成了。来来来，咱俩人喝一个成双杯。啊，小二不傻呀，小伙子很聪明，但是因为身份在这儿了，不敢胡琢磨。这一说成双呗，啊，哦，脸都红了。奶奶，我敬您一杯。这端起来，一门劲啊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一杯一杯又一杯。呵，喝了小二浑身冒火，四脖子汗流。啊，那个，您甭照顾我，我自个儿吃。哎呦，你瞧瞧你啊，你都出汗了，你这孩子真是的，可能咱们这火也太热了，又喝了酒了啊，你把外边那褂子脱了啊，又没外人，你这是干嘛？不是奶奶，我不热，能不热吗？我都热了啊，来，我把我这外衣也脱了吧，把外衣脱了，里边穿着一层啊是纱做的衣服。小二跟这儿，这手里面拿着筷子，怎么呢？他哪见过这个呀？啊，本来是老实孩子，是有的时候琢磨着，哎，这奶奶是挺漂亮的哈、啊，我要这么一媳妇好，那是心里想的。真面对面的跟这儿了，他哪受得了啊？这人都傻了，哈哈。二奶奶看看他，哟，小子，嘿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瞧瞧我长得好看吗？哎呦，奶奶，这太好看了！你长得简直，你就是菩萨啊！你就是活菩萨。哦，你说我长得像菩萨呀？那好，你说说我像哪位菩萨呀？哎，济公！哎，不是！哎呦，您，哎呀，您别吓唬我了，我就不会说话了。哎呦，小子！你那是没瞧清楚，你呀、啊、瞧个真真的，说着话站起来了，款动金莲，来在了董小二的跟前，伸手啪掐住了小二的肩膀。你瞧瞧我长得像谁？小二这汗哗哗的，这跟洗了澡似的。哎呀，二奶奶您救命吧，我吃饭，我怎么，我，哎呀，您要干嘛呀？哎呦，我要干嘛？孩儿 啊你比我大几岁，难道说你就愿意一辈子一个人过日子吗？哎呀，济公，那不是菩萨，哎呀，我的亲娘祖奶奶哟。把人孩子挤兑的胡说八道，二奶奶您打算干嘛呀？干嘛？你瞧瞧我，这一松手，一扬脸儿，嚯！再瞧二奶奶春心荡漾，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，本来就挺漂亮，喝了点酒，酒上桃腮，那眼睛都能说话，小二咕咚就跪下了。二奶奶，您到底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拿手一薅着耳朵，家里也没有人，就是我一个人。你说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一天到晚在家里过日子容易吗？啊，我又得操着心，我又得忙着过日子。哎，也别说，有你来了之后，我这心气儿好多了。我跟你这么说，你们家大爷啊，见天的不着家，一走就走个半年，现如今家中就是你我，咱二人仿效他做一个小两口，你愿意吗？啊，哎呀，小二这点酒全醒了，顺着汗毛眼儿滋滋的酒全出来了。奶奶，您说的这是真的呀？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十分忠义于你，你非常的好，我挺喜欢的，我愿意跟你做个小两口，你愿意吗？我不敢。哎呦，那有什么不敢的啊？一切都有我呢。哎，
好，我那我就听您的。董小二本来是出门打工干活的，万没想到天上掉下了这么一件好事。此时此刻这是好事，但要没有今天，他也不至于死于非命。当下两人站起来直奔卧房，把门关上。原文上说是春风一动行苟且之事，打这儿起董小二跟他两人是明铺暗盖。家里边呢，平时没事呢，该干嘛还干嘛，天天晚上一关了门，哎，两个人也没有主也没有奴，一个被窝睡觉。有时出去买东西呢，小二跟着。可是您要记住了，雪里边埋不住死孩子，纸里头包不住火，天长日久的这个事儿没有不透风的啊。你有时家里来串门的来了，找乔俊，啪啪啪一砸门，一下这俩人都出来了。一看这俩人，这衣裳这儿歪着那儿咧着的啊，头发这儿还松散着。人嘛，无事还能找事了，何况看见了。哎，不对，回来上茶馆里边一聊天，哎，刚才我上乔俊家去了，我上家一敲门，呱呱一砸门，他们家干活那小孩跟他这二太太俩人不太干净吧啊，俩人神色慌张。你看这奇了怪了，这儿一说，那位有大茬了。对，我那天跟街上瞧见俩人出去买东西去了，一主一仆。可是俩人这样又不像一主一仆，说话的时候两个人没有任何顾忌。难道说他们二人？这儿就乐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没听人说吗？这小媳妇早先也是青楼的女子，这是后来被周巡检买做了妾，然后又倒给了乔俊。你想啊，他能闲得住吗？乔俊一走，走个半年啊，不着家，家里边有这么一小媳妇，如花似玉，花不愣登的，那他能闲得住吗？大伙可都这么说，一个传仨，仨传十个啊，好些人都知道了。他不光啊是在这茶馆里边说，喝酒的时候也传这个。高氏夫人那个酒店里边有人喝酒也念叨这个。这个长工红三就听见了，心里堵得慌，哎呀难过，替大爷难过，心里别扭。高的奶奶瞧出来了，你怎么了？不是我，这我没事，你甭来这套啊，你肯定是有心事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听他们说闲话我恨得很。谁呀？说什么闲话？您不知道，我听他们说了，说那个二奶奶那院里边还有一干活的董小二，说他们俩人不老干净呢。啊，大奶奶听完愣住了，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暗自埋怨大爷乔俊呢、啊、乔俊，你说你弄这什么事儿？居家过日子不好过，非要找个妾，买一妾来不要紧，你跟他过呀，你跟他也这样，把我们都甩在家里，你自个儿出去疯去，一走走半年不回来，家中出了这等龌龊之事，传扬出去，老乔家脸面何存呢？大奶奶别扭，晚上没事呢，跟自个儿的姑娘说，玉秀啊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一天到晚的让人传闲话，是咱们各过各的，可是终归都是老乔家的事儿。哎，孩子挺懂事儿，妈呀，您别着急，别难过，我倒有一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您看，咱们这样吧，把那个二娘接过来，跟咱们一块儿过吧。不成，接她哪成啊？那接她过来，那当年就何必分开呢？是不是？不是一直就是她过她的，咱过咱们？是啊。正因为分家另过，这不才出了这个事儿了吗？如果说他守在您的眼皮底下，我估计他就不敢了。你说的倒是也有道理。我明天白天呢，我让这谁呀、红三去一趟啊，上他那儿说一声，让他搬过来住，看他怎么说。哎，行。清晨起来，把红三叫到跟前，你去一趟二奶奶那儿。你跟他说，大爷不在家，没人照管他，我心里放心不下，让他归置东西啊，搬到这个院来，
一块儿过，我好照顾他。哎，奶奶，您这主意不错，挺好。红三是个好人啊，来到这儿，把事儿一说，春香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。哦，你先回去吧，啊，你先回去，我归着归着，这儿走了。他坐在这儿，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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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眼泪。你看这事儿闹的啊，这好好的嘛，非过去一块儿过去，这怎么弄啊？董小二跟那屋干活呢，出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这不嘛，大奶奶来信儿了啊，说让咱们一块儿都搬到他那院去，一块儿住。这以后我还怎么能跟你在一块儿呢？我不去。哟，大奶奶，哎呀，您这不去可不成。您想啊，高奶奶让您去，您要不去，人家那一瞪眼，终归人家是大，您是偏，这不去不成。你可这样，你先去。先去呢，找个茬不成呢，再回来啊！最起码这关先救活过去。我跟你说啊，反正我是为了你啊，一片心都扑在这儿了。你可千千万万，你不能对不起我。您放心，我哪能对不起你呢？是不是啊？把您归置东西吧，归置东西，收拾应用之物。那儿来了一辆车，收拾好了，连小二带这位二奶奶一起赶奔老宅。来到这儿把东西卸完了，春香过来飘飘下拜。姐姐您挺好的。哎，我挺好的妹子。哎呀，这个咱们家这个赛尔死了，也没人盯着酒店，就是我一个人哈。平常照顾不周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要瞧您说的哈，居家过日子全靠您了，大爷不在家您多操心哈，没有别的啊，您多费心了。我们也没时间过来，也不敢出门。理儿周不周的地儿呢，您多多的包涵。要说这个就远了，快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让到屋子里边去，摆上了茶水，这儿喝着聊着。一回头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哎呦，这是我雇的一伙计，他叫董小二啊。这不嘛，这些日子呀，你说我也不认识，也不熟，也不知上哪儿去，买东到西的。多亏了人家孩子啊，就是他在我手底忙活着，有时候说个话儿舞的。大奶奶一听这个人就是董小二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这个人。小二一看，看着赶紧把脑袋低下来了。大奶奶点点头，嗯，倒是一个俊品的人物，怪不得说我们这位二娘起下了这个心呢，小伙子挺精神。嗯，哦，这就是董小二啊。哦，那么你打算怎么着呢？妹妹要、哦、姐姐，我想啊，嗯，把他留在身边吧，而且这人也用熟了啊，买东西什么跑步道啊他也知道。哦，你愿留下他，那就留下他吧。这儿说明这就是这位高的奶奶啊，心眼还是好啊。如果说啊，算了吧，都一块儿过了，也不用这么些人啊，家里花销也大，你走吧，把他开了也就没事儿。好不该把董小二留下来。哦，那反正你要愿意留就留下来吧。哎，谢谢您，就把董小二就留下来了。屋里屋外的你自己呀、啊、多长着点眼睛，千千万万的别惹祸，听见了吗？董小二说，您放心啊，我呀一铺心思全都在您这儿，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。话虽如此，哪知道因为董小二留在这儿才引出来乔家是灭门之祸。